我们始终没有忘记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，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，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，用胸膛堵枪眼，以身躯做人梯，抱起炸药包，手握爆破筒，冲入敌群，忍饥受冻，绝不退缩，烈火烧身，岿然不动，敢于空中拼刺刀。英雄们说，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，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，我们不能后退一步。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，让天地动容。